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人民币15块钱一个的 ice cream 冰激凌。他说老板推荐的是这个，我也不懂，然后我让他推荐一个，他就推荐的是这个。这就是他这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冰淇淋。巧克力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冰激凌店，但是它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不是冰激凌。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让他推荐一个，他就推荐了这一个。感觉看起来非常可以啊，既有食欲，也看起来也非常不错。这一坨的话，就是这里面这个球是冰淇淋，然后上面有撒了很多。那这一个是一个华夫饼，然后是现做的，整个过程做了有20几分钟，所以人民币的话价格是15块钱，感觉好划算啊。感觉那个，然后上面有撒了很多像这种坚果，各种各样的这种。坚果，然后包括花生、蟹、花生碎，包括这个葡萄干，包括这个chocolate， 就是这种巧克力汁。最后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，尝一下。Yeah, great. 这边是那个冰淇淋是冰的，这边这个是现做的，所以是热的。所以这边是热的，那边是冰的。其实我昨天从网上查，很多人推荐这边冰淇淋，然后刚刚我在那边录完视频之后，看正好又撞见了这个店，然后我就想进来尝一下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刚刚已经吃完这个冰淇淋出来了，就是后面那个店 ，Ice Cream Works。然
然后在国内的话应该是没有这种冰淇淋店的，好像反正在深圳我是没有撞见过。然后这边的话我感觉还是体验还是挺好的吧，除了太甜之外其他没有太大的。